主会堂，现场主会堂，李定辉堂主，我是咱北区罗华团体电会的副会长，对母教会的活动热情参与，相挺到底，不遗余力。我们伫只马尾来恭祝咱八地天山水堂香火鼎盛，信众万天啊！用家尾来祈求母娘大众仙师佛大显神威，大功吉祥，庇佑咱天山水堂圣庙早日完成。各位注意看一下哈，刚才都是男生在抬轿，啊，都是男生在抬轿。来看一下，看一下我们八德天山慈惠堂我们的师姐，师姐在抬轿，站在中间母娘大轿的，站在八德天山慈惠堂母娘大轿前的，就是我们天山慈惠堂的住持，住持。这支队伍，这是神教徒哈，训练有素，训练有素。八德天山慈惠堂的神教班呢，是由我们财团法人中立慈惠堂的陈灿宏董事长哦下去教的。我们给董事中立慈惠堂董事长加油打气一下，刚刚下的哦，谢谢谢谢。刚刚澄清的时候呢，我们陈董事长呢，那个定会堂主会长哈，来邀约我们中立慈惠堂董事长哈，来过去教。但是呢，说实在的，天山慈惠堂的师姐哦，非常的认真，非常的认真，真的很棒，真的很棒。待会各位仔细的看，仔细的看。注意看那步伐的柔软度，看那个轿子上下左右。这个步伐要很正确哦，它那个轿子的晃动哦，它会频率很正确。所有公堂寺庙，公堂寺庙的绕境活动，八德天山慈惠堂李定慧带着这班神教主梁子君南征北讨，热情来参与各有公堂的宗教绕境活动，非常的感谢。来，我们颁发感谢状，再次祝感谢，三十万分的感谢，感谢八地天山慈惠堂李定慧堂主，也是咱北区罗华团体的位副会长，谢谢谢谢我们这批娘子军，这批神教主，非常的棒。我们即将马上来祈求母娘，祈求新增百年无大庙，众仙神佛圣驾。来共同来庇佑，庇佑咱八地天山水堂香火鼎盛，圣庙早日完成，好吗？好，来工作人员帮忙一下，谢谢。
丁凤引导一下。好，来师姐来帮忙，来小心，谢谢，感谢啊，小心。啊，辛苦了，堂主辛苦了，谢谢。